刚才啊，后腰部啊，活动的时候没那么灵活啊。我看到天上一个圆环呐、一个圆环在转着啊，在天上一个很大的一个圆环啊。这个圆环，因为是一个圆环，没有顶，没有底，所以呢，那个不像飞碟，但呢。反正形状不像飞碟，但一个圆环，反正就是圆环，圆环，这个时候我看到圆环上好像有个人呐、好像样子又像我哎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那个圆环呢、圆环的边呢，它像圆环呢，反正就很大的一个圆环，好像变成一个我，样子像我啊，好像这样，弯下去啊，要弯下去。捞起来一个，往后面扔了一下啊，捞起来一个，往后扔了一下，他让我捞十个人出来啊，让我捞十个人出来。当然了，我也有想捞的，但是有的不知道啊。如果让我捞的话，按照一般人的想法，肯定去捞。捞那个曾经害我的人啊，尤其是乱报的啊，让我被关了14个月啊。但是我这个，但这种这么大一个机会去捞这么一个小虾米都不知道啊，要捞哪一种呢啊？捞哪一种呢啊？你们知道2019年吧？2019年，7月12号的时候，那天呢，我林排当中啊，喊呐、喊爷忙啊，你给我把那个李鹏带走吧，啊，对呀、这还值得一点啊。然后我在。2012年，12月15号啊，临牌我右侧耳鸣的时刻，然后出现了一个美国老人去那里，他踢我啊，踢我的原因是我跟奥巴马写的公信，关于原子弹爆炸，投到日本以后，1945年的8月6号和8月9号投掷原子弹以后。8月17号，放射性污染物飘到中国，然后接下来的10年当中，中国死亡人口超过了日本。我写给奥巴马的时候，那封信呢？然后把这个事情呢，告诉了奥巴马，叫他要销毁那些核武器啊，这是我的愿望。然后希拉里看到个勃然大怒，那个老人呢，想要抓我啊，想踢我啊，哪知道他踢的时候三脚离地啊，三脚离地的时候仰天塞了一脚门，脑震荡。6天以后，国务院的职务没了，这件改变了世界的历史啊。要捞就捞那种啊，捞那种，但是呢，你叫我，突然叫我捞啊，我不知道。怎么下手？但还是我看到我自己，真的确实看到我自己。弯下来的时候嘛，又为什么说不灵活呢？他叫我下去捞的时候，就相当于我前面的腹部啊挨在一个栏杆上面，像一个杆子。然后伸下去的时候，腰部不灵活啊。刚才感觉到腰部不灵活就是那个啊，我在圆环上。也就是说，此时此刻，我想捞水就可以把那个，把它捞起来就丢走了啊。我想了一想，还是把这个，权限交给我们的，更上的啊，维度的，那些大人去捞吧啊。我不知道谁捞水的啊，因为我捞小了不值得，捞其他的也有可能。
哎，也有可能他们之间有利益纠葛在那边，捞到一个，然后后面，可能就把那个格局改变掉了，把整个世界的格局改变掉了。但是呢，这里边什么关系啊？这个一捞以后，有什么力量填充进去？哎，像这种事情啊，凭着我们脑袋判断是比较难的。虽然我们灵盘当中成就，很渴望帮他去解决什么问题啊。但是还是交给老天吧，让他们来，决定，让他们来决定带谁吧，先把这个能力先留下来啊，今天不捞了啊，不捞了啊，对，不捞了啊，留着以后，在更关键的时候，最关键的时候让我，这个时候我看到那个希特勒啊，希特勒，留着胡子啊。希特勒，希特勒有点胡子啊！希特勒在那边愤愤不公的说啊，愤愤不平的说啊，你如果非要排队，要排队，要把谁带走的话，他说了啊，应该先把斯大林带走，才对啊，先把斯大林带走才对。那个希特勒在那边说啊，他说。我自己啊，是他自己啊，没有说不会带走，也没有说一定带走。但是呢，如果斯大林没带走，你先带走我的话，我有点不服啊。你们表面上看到的事情，从实际的差距太多了啊。这句话我赞同啊，这句话我赞同啊。好，那这个我答应希特勒那句话啊。他说应该先把斯大林带走啊、那么先拿斯大林的灵魂，虽然早就死了，死了，但死的灵魂还存在吗？把斯大林的灵魂给我灭了啊！好，我的能力消耗了三次了啊，李鹏消耗了一个啊，希拉里那边消耗过一次啊，虽然希拉里那天没有让他断命了，但是。让他眼前塞了一刀一颗啊，国务卿的职务没了，不然的话他更嚣张啊。接下来把斯大林灵魂就是灵魂就没了啊。人家说灵魂不灭，灵魂不灭，对，正常情况下灵魂可以不灭，当然可以委托更高维度的人呐、可以把它彻底灭掉啊。好，就这样了啊。我那种能力我先留下来啊，先保留下来，说不定在关键的时刻使用啊。虽然平时想这个啊，但是真的到了这个关键的时刻，还是人不要贪，这个还是交给上帝，这个权利还是交给上帝啊，还是交给上帝去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